我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环境啊，我的车呢就是停在前面这个垭口的，已经没有公路过来了。那么整个这个位置呢，四周都是山，好像还涨水了哈，听着峡谷里面的水声非常大。那么这里面住的这一独户人家呢，就是走这一条小道过去啊，而且呢这段时间我们贵州呢一直在下雨，所以这个路面是非常泥泞的。走这样的路呢，最好是要穿带钉子的鞋啊。比如说我就是穿的这个带钉子的这种户外的鞋。如果你在城市穿的那种平板鞋的话，你走这个路完全是没有办法走的，一走一滑，一走一滑，是吧？根本就没有办法来步行这样的羊肠小道啊。那看看这一家人就住在前面那个峡谷的那个山下边哈，我们看着虽然比较近啊，但可能走过去呢，也是要走个十来分钟，啊，接近20分钟的这个路程啊。好多朋友跟我说呀，想找一个深山里面的地方隐居，最好是没有人烟的地方。你看看这样的路，你能不能坚持哈？说实话。现在你再让这个山里面的人回来坚持走这样的路，估计都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到。何况你从来没有在这种地方生活过，我觉得是没有公路的情况下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哈。像这样的路，一不小心直接就是要摔跤的，特别特别滑。它这个。泥又是属于那种黄泥地，一踩的话，它就是会粘鞋的，粘得特别厉害。哎呦我去！住在这个峡谷里边这一户人家呢，他其实还挺勤劳的，你们可以看看他这个。进家的这个路两边啊，这些树木啊都砍开了，然后整个路面看去呢，相对来说比较怎么说呢，宽敞啊。我已经到这里了，然后他们就住在这个下边，而这一片的它的田啊、地啊都种起来的。我们可以看到田里面的这个水稻都还没有收，这地方环境怎么样？真的是特别漂亮啊！而且那个上面那个位置好像有一个山洞啊，这里目测的话，这个房子应该是做的一个抽水房，他们那个另外一个村庄的喝的水哈，是从这个地方拉过去的。这个地方是水源丰富啊，环境优美，是吧？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啊，那个叔叔跟我们讲啊，这个水塘里面是有以前面的位置是深不见底的，就它里面喂的有一个鱼，100多斤，说是好多年呢，有一个100多斤的鱼，偶尔会看到游出来啊。耶，说，车把没到？从那个车上好好的走走。走走走，你果子那没收啊？黄瓜都没收完。你还在那捞鱼啊？那我这一天要卖八筐哟，这几天收起来都烂的嘞，收起来都烂了。不收啊？连包裹都想有点难哈，我这两斤多的都起不一点点呐，哎，都是走走走走，这些干的包裹呀？你这个天气不好，不真做不到，包裹你拿得动哦，这普遍烂了，不然也扔了。你的包裹还真的多嘞，没找到啊，我好像没去玩呐，全部干的也早起，啊，
没有去完。啊，你干了弄哪边了？我在高级还有点没去完。这高级都有，花、啊、花生也干了两斤。花生那也龙鱼期了，没有办法，龙鱼期了不？你那个生龙鱼期的，进来你不？啊，现在怪旧的。还有落了吗？对啊，小青的村长两伯伯。今早正好没啷个落啊，我才出来挑耍下呀。啊，你在这儿落啊？干啥？过把子也落不？从前也落家，这也过多月了。嗯，没有平常长生的。俺果子一点过得了，俺果子喽。就是果子过得要往天家子是吹气，要天上不落多好哦。不落的那阴好哈，啊、就会过了。阴刻到落个沟，到干露水沟，西都果子到南窝头来。我那果子今年还不错啊，咋真的好个？就是好像大部分那糯米是不是？全部都是外地种，用这个。外地种是糯米不是？不是糯米，它是粘粿。你每年在糯米里面摘啊？我摘有几窝，摘有几窝，每条路过种的，我就春秋营养种，摘有几窝哇，跟每球得来卖糯米，我卖过年球的。嗯，我这做好啊。现在也涨水球了哟。在那找也跟着都往水牛去吹水，是啊，记住那水声。哦、嗯，如果涨水还要大点喽，我那个排洪那都装不到啊，都提干涨翻了，如果涨满了水。那个排洪就啊，对了，看着，那个水库，看那个鱼没到，鱼没去喂我，没你尿的水多香。这都是鱼也好吃，啊，这都是鱼也长。你整那个鱼没到里头？原来我喂过了，喂了还真的好吃得很咯。你不在他里头有个大的咯？我大的那弄不到，弄不到。你看到过没得？看到过了。要拍多长？要拍多长？嗯，把钓出来的。钓不到，后来好多人都没有把弄得到哦。有人来整过的是不？整过整不到。线都那不能分断的，十二号的线都进不去人。十二号的线进不去人，他老人家是钓了。鱼竿喽，那个钓钓的，晓得用哪去钓的那些，他那鱼竿线都给分断的啊，分到竿头过去，一个竿头，哎，一头有竿头，嗯，喊两个人来钓，喊两个高手来把个鱼钓出来看哈，我要高手那个，哈个鱼了吧，把两三桌人吃了我进来，两三桌人也把都有两三桌人也吃不到啊。啊，结果是哪个鱼啊？你喂的噻？以前鲤鱼啊，我个大都是鲤鱼，都是鲤鱼。嗯，都是以前放进去的。以前放的。他们鱼啊，以前生的那加起这个鸡娃抽这个水果抽。嗯。都没抽干，没抽干用煤罐炸油炸昏球的，有些没炸出来就跳那个矮空中去了，可能就打两个鱼腰，就孵化蛋去了。就装个大鱼，啊，就装个大鱼，啊，